鲜花盛开的时候，又到了落叶。生活在德国，但是布拉格的城市非常美丽，但是这个交通的情况呢，确实有一点困难。Já žiju v Německu. Praha, i když je velmi pěkná, tak s dopravou to tady není nejlepší. Jsou tam občas problémy.昨天我自己开车十五分钟的路程，我开了一个小时。Včera jsem jel autem. 英国图书贸易有限公司主办杰中经济贸易文化促进会、杰中文化体育协会协办的中医药国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实录英文版捷克首发式暨中文版全球首发式的活动现场。尊敬的亚罗斯拉夫·托霍尔基克先生，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中医药国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实录中英文版捷克发布会。这是中捷文化卫生领域交流合作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仅代表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向出席发布会支持中捷文化卫生事业的各位专家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愿你疗病好医生。首先和韩国的陈浩先主任的医疗发布会而我呢，在站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作为曾经的一个癌症患者，以及得过两次新冠的一个患者呢，中医是怎样保护了我的健康，挽救了我的生命。这种病情已经扩散了。Moje první diagnóza byla 70% neprospěch而最初医生给我的预计呢，说我有只有30%的生存机会。按照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预估，我也许通过这个中医中心关大夫的治疗呢，我的主治医生也通过近视的这个诊断，他看到在我身上整个的这个癌症所留下的我的康复的状况要比和我有同样疾病的其他的患者要好很多。Musím říct, že moje ošetřující lékařka při propuštění na konci radioterapie mi říkala, že jsem pravděpodobně její nejlepší pacient, jakého viděla za celou dobu, co se věnuje.我迷茫地站在昔日的街口，寻找那曾失去的温柔。看片片残叶离开了枝头，看大雁南飞不再回首。我步履蹒跚，热泪横流，再也看不到你熟悉的脸。